是有没有要跟其他人可以很多台湾朋友的提起。这就是你的脸红。没门桥吧，小姨的，还是一份生意。好，你要我现在就写吗？好啊。好。我一天以后在前后的人都会被我波及。随便吧。好，拜拜，谢谢。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不能拆。谢谢，好，谢谢，谢谢。这个东西其实跟关于香港的，有一个好处的。可以开卷有益吗？开卷。你看，有一些是黄的，都不好翻了。读书，卷起来好看。古人这种看书的那个这样子看啊。所以你看大陆那个是唐书的。我了解你的意思。现在有点那种横的就不能够这样子看。所以新疆修有它的好处，可以这样子。翻烂那个书不重要，它里面的东西我们理解这个程度。那来这里买书的是不是学生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呢，我发现台湾的年轻人会懂挑书。哦，这样子。对，看得出嘛，因为他们过来故乡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旁边有什么书。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话和语义的交流，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好漂亮的花，谢谢。总统那个谢玉，谢谢。然后看一下这边，谢谢。好，谢谢。那这个就是我的了。这个要这个送给林老板，这个对这个徐瑶秘书长特别有交代，就是我们党部的一个小礼物。对，党部的你要对对对，出席。好，谢谢，好，谢谢。我坐这里吗？其实生活很简单就可以。OK 吗？那这段时间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那个政府可以做的，或者是我们大家都要双方来做的事情应该很多了。因为我希望台湾政府可能这个香港方面很多香港人士需要台湾政府伸出援手，因为有时间给一些留在台湾的香港人，可以请西方一些国家去帮助。这个对于香港人来台湾的这个事情哦，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香港人来台湾，其实相较于其他外国人都方便很多。那我觉得他们，我也有观察，我觉得他们跟台湾社会的融入的那种感觉还蛮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碰到香港这样的情势，所以我们也政府内部也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前街道我们都是由民间机构来提供，民间团体来提供协助。那下一个阶段，我想能量可能要大一点，这个协助的能量，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提升到行政院底下，我们就设了一个专案的小组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能够提供给香港人一个更强化的照顾的服务。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看很快的就会把这个整个都做好，那就开始来看我们香港的朋友所需要的这些协助，我们都会尽力来帮忙。我觉得是从去年的反送中以来香港人这种争取自由民主的这种坚持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看到，而且都感同身受，那也愿意就是说
在香港人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也提供香港人所需要的协助。所以我们也发现那个民主的政府跟一些独裁的政权那个差异较大。对不起，我还没有看那个民主的政府，它是跟着人民的那个感觉跟人民的希望来施政的，所以台湾人对于香港在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感受的，而且他们都有很注意这样香港的发展。所以我希望有一些过来香港的朋友，他首先要做我自己，不要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我希望过来将来一些过来的香港朋友，首先有自己的建筑，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事情会处理得很好的。感谢。从过去的经验到现在，我相信我们未来会处理得很好的。感谢你。不要这样讲，这是我要谢谢你为了民主自由的坚持。现在台湾这一块，我去哪里？这个还没想。但是你这样离乡背井到台湾来，我想代表台湾欢迎你。谢谢。那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谢谢。当然是我们过来香港也有一个承担，要好好保护。这个是我希望将来过来香港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是。都是台湾朋友。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属于台湾朋友，属于关心自由民主的这些朋友。我是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平常在电视上看到香港发生的什么，到自己来亲身的感受一下，其实是蛮好的。那今天的民主自由，就是他们曾经经历过逃亡这个阶段才有，所以香港人是这个比较，这个很感受。是，其实对我来讲是。好，我们今天来探望我们的林老板啊，林隆基老板主要的就是来看看我们离乡背井到台湾来创业。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书店，所以我们也来亲身体会一下哈，在整个过程当中，香港的人民所经历的这一些挑战吧。好，那我们要感谢林隆基老板在过去到现在这段期间对于香港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坚持，那也代表台湾人表达欢迎之意。那但是毕竟是离乡背井啊，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台湾人都希望向您表达温暖之意，那也希望你在这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努力，为自由民主在的发展一起来努力。那同时也是来了解这个香港的朋友要来台湾，或者现在在台湾他们需要的什么样的特别的协助那同时也告诉我们的林老板还有我们的香港的朋友我们现在政府已经成立了专案的工作小组来处理并且提供协助给我们的香港的朋友。那今天来就是再一次的谢谢你为民主自由的坚持，也表达 我要谢谢台湾朋友，他谢谢蔡英文总统。